业考临之前大胆向师兄林奕康邀歌，结果愿望成真，成功演绎阿 Feel 创作《难道我还未够难》。日前佢哋就开 live 合唱。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，谁愿听？愿望我也知可会达成，难保证，也没期望这么简单已可获胜，但不可想象这趟旅程难道如此平无掌声？难道我还未够难？每天生还已是极难，不要再冲击我，看我又如何的差。就恨那老天多野蛮，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。就算不惧困难，有时未免对着命运慨叹。而 Misha 就希望以歌声为大家打气，鼓励身边有期盼的人不要放弃，在逆境之下令大家好有共鸣。